指的是栏，第二栏，所以第二栏到第十栏 ，Enter 两下 ，Next。再来特别注意哦，我要输出，所以记得输出写前面。那输出有个简单的公式就是，刮胡先列，那列的话一定是 I， 逗点，再来就是栏，啊栏就是 J， 所以哈、哦、用 Cells IJ 来表示什么？表示我要输出的那个储存格，所以它基本上哈、哦，因为会先跑二嘛，第二列的第二就是这个位置，输出到这里。然后这个完之后的话呢，那 J 会变成 3， 所以 J 会变成3，会往这个方向，所以基本上它会这样一直往右全部跑完，再换下一列，再换下一列。好 ，OK。啊，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哈 I 跟 J 的顺序颠倒一下，那其实它就会刚好颠倒，就是它横向嘛。啊，如果你把 I J 颠倒的话，它会变成纵向，它会先跑一栏，再跑下一栏。好，这个我想将来如果有时间，各位可以试试看。那输出什么东西呢？输出的就是那个 I 减一，但是记得哈、哦，先减了之后再去做后续动作。所以 I 减掉一之后怎么样 ？And 乘上，所以哈、哦、这个地方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，只是 And 符号前后一定要加上空白。这个是 VBA 跟那个 Excel 里面资料编辑的最大的不一样。J 减掉一，然后记得怎么样，也是把它刮胡好了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在 end 什么东西 ？end 一个等号，然后在 end 什么？有没有？就是一乘上一等于两个相加，所以两个相加的话，干脆把这个哈、哦、复制贴到后面去好了哈，然后让它两个相乘的话，那实际上一样就加一个 star 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乘的话也就是 star， 就是这个乘这个。好，程式写完了，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哈。哦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你可以这边设个中断点，再把它执行一下。哦，然后他会问你要执行哪，就执行这一个哈、哦。那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一定会是输出到这边，所以直接执行一乘一有没有等于一嘛？然后 next， 这个时候 i 哈、哦、j 的话呢，它变成3了，可是 i 还是一样，因为它现在先跑这里面 ，i 还是2了哈、哦，所以一样是第二列输出到。有没有这个？所以它会基本上跑这边，然后换下一个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中断点拿掉的话了哈，假设我今天哎确定没有问题，就把这个中断点拿掉，全部执行，有没有？全部完成了 ，OK 哈，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哈。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再把它清除掉的话，很简单嘛，你就直接在这边怎样再加一个清除啦，或者就叫清除好了哈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假设你今天要把这里面的东西清除掉的话，那基本上呢，你只要把后面的公式哈、哦、改成一个什么一个空字串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全部清除就 OK 了哈、哦。那当然我刚刚讲过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 I 跟这个 J 哈、哦、颠倒的话，它行进的方向就不一样，这两个颠倒对。如果我们再把这边设个中断点，再执行过给各位看一下哈。哦那刚刚是跑了什么？跑了一个之后往这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把 IJ 颠倒的话，它会变这样子，对吧？它会先把一栏跑完，再换下一栏，再换下一栏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差别主要是谁是栏先还是列先？好，两个之间差啊。那你说这两个能不能颠倒？当然可以啊，哈，就看你实际上工作比较需要是哪一个。优先啦，好像在前面有个年历的范例里面哈，我也有讲到了，因为一个年历嘛，先也是要先把一栏跑完，换下一栏，一个月份跑完，换下一个月份。那我那个程式里面就是 I 跟 J 颠倒 ，OK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哈，先试试看好了。我们主要哈分成三个部分，一个是公式，栏列的锁定，一个是函数。再来就 VBA， OK 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一下。那相关的那个参考的画面哈，在那个云端上面，好像我也有把它放上去啊，所以云端上面也有最后的答案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公式部分，大概就是记得就是主要是锁定哪一栏哪一列，那函数的话是利用那个 column 跟 row， 啊 VBA 的话哈是。利用那个就是 I 跟 J 的这样的技巧哈。哦